下这个车站。附近有好多历史的痕迹的感觉。从车站出来之后就右转，哦，不乐家就在那里耶。哇，已经看到想逛的店了，但是不能乱逛，先来去吃饭。超美的小路，现在又是什么？这两家看起来也都很好吃的感觉。看到这个全家之后就右转。哇，这家卡拉 OK 看起来好特别哦。继续走，这里的店家跟建筑都好日式，好复古哦。这个小巷子左转进去。走到底之后，这里左转过来，到了到了。ないんです。下一站想要来去看艺伎小路，全家对面这条小路进去。小路刚进来没多久，又看到这么漂亮的店呢。走下来之后，右转，这里就是钱汤。艺伎小路就在这家钱汤旁边的巷子进去。哇！这边感觉好像京都哦。
还有这种小地图可以看。这又是什么？教你怎么在这里散步，然后要看什么东西耶。哦，这个楼梯我刚刚有去了，日城神社也蛮想去看看的。用颜色告诉你要怎么逛耶。哦，我刚刚有逛了传统的花街 course， 就是，这种老街好有趣哦。发现河豚店，我发现神乐坂有好多酒吧。哦，我要去的地方好像在这个巷子里。那这家盐座又是什么？到哎、欸。一个800，还有明天天气晴的茶哎。嗯，又喷钱了。哎，一个一个啥手？败家了。好多的感觉。このモンブランでお願いします。抹茶ラテのアイスで。抹茶ラテアイスで。はい。周树回站呢？啊，谢谢啊！怎么没有在坐了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